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个演艺圈的秘密。大家有在 Facebook 上面 follow 我们的动态吗？没有，那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，那我们要来做什么。我们今天呢，基本上呢，我觉得已经要突破，应该要突破一个乐团的形式。我们不只是表演音乐，我们研究一些哲学问题。对，然后解除大家心中的困惑，这样才叫做对社会有贡献。那个只是很屌，然后买跑车，然后干靠妹玩摇滚就已经过时了。你是说 Incubus 吗？ Incubus 之类的吧，或是 AC/DC 吗？我们跳太远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，就是女艺人都想要拥有的一种特质。嗨，到底是什么？有没有人有对这个有一些想法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目前有吗？觉得女艺人都很想要拥有的特质是什么？我可以请这位帅哥帮我回答一下吗？他对女性是非常有研究的。谦虚，都敢谦虚的人都是很厉害的。女艺人，大，大，要大，头超大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。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那个东西在头上，那个很重要的那个东西在他的头上，但不是头发。我讲到这里就不得不讲了，演艺圈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因为你只要拥有这项特质，可以做任何事情。譬如说像这样，你可以问一下在场的女艺人，女艺人小慧伦美，那是青春大会的贝斯手。你可以分享一下，你身为一个就是小联盟的演员，你觉得女艺人应该要拥有的特质是什么？整个城市都是你的念板是吗？那好，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小慧伦美。那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等一下唱完这首歌再告诉大家。